我哋頒贈呢個感謝狀咧嘅儀式就完咗啦。但係咧，其實咧，我哋仲要繼續落去嘅活動咧，其實係唔止咁簡單嘅喎。咁我哋咧，其實咧就會頒發一個咧傑出嘅慈善貢獻獎咧，俾以下嘅得獎者噶。咁其實呢一位得獎者咧，其實佢年紀輕輕啦，其實咧就已經同呢個鋼琴咧結下咗不解之緣啦。咁但係其實大家唔好以為佢年紀好大喎，其實佢今年只係得11歲嘅一位小朋友嚟嘅咋。咁其實咧呢一位小朋友咧過往嘅所有嘅演出嘅費用咧，其實佢都會全數咧係撥捐俾唔同嘅慈善團體噶。咁啊希望啦佢用音樂咧就回饋社會，幫助更多咧有需要嘅朋友噶。咁首先咧佢會咧，其實佢以下咧就會曾經去協助過唔同嘅團體啦。咁啊首先包括喺2013年啦，以演出費換取價值90,000元嘅鞋券啦，贈送俾本地嘅兒童院同埋低收入嘅家庭啦。咁仲喺2014年啦，其實佢就換取咗價值100,000元嘅物資啦，就送贈咗俾2000名嘅長者嘅喎。咁仲有喺2015年啦，獲得首屆 IYPA 國際青少年和平藝術獎。咁同埋啦，喺上年2016年啦，咁佢獲贈咗呢個奧比斯頒發啦傑出義工演奏獎喎。咁其實咧，呢位小朋友喺今年咧，更加喺呢個用愛擁抱者世界呢一個慈善嘅 CD 籌款活動入邊咧，佢自己撥出咗40,000元啦，就購買咗3部嘅全新嘅電動輪椅，捐助咧俾有需要嘅朋友，幫助佢哋日常嘅起居生活噶。咁為咗表揚啦，佢喺咁多年對社會嘅貢獻啦，咁我哋香港復康力量咧就會頒發呢個傑出慈善貢獻獎啦，俾呢位實至名歸嘅小朋友。咁我哋俾啲熱烈嘅掌聲，歡迎呢位李成聰小朋友上台接受我哋嘅感謝狀。係，我哋其實好應該向一位小朋友學習，佢估唔到，大家可能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咧，就會將佢哋所賺取嘅錢啦，可能會去做咗零用錢啦，或者買遊戲機啊。但係佢竟然將佢用音樂去用到嘅天賦咧，去支持我哋唔同嘅低收入人士或者應該要幫助嘅朋友。咁呢個精神係好值得鼓勵㗎。咁我哋再次俾啲掌聲啦。咁我哋有請咧我哋嘅羅志剛局長啦，去頒發呢個獎狀俾我哋嘅呢位小朋友，麻煩羅局長。年紀少少啊，就已經實至名歸啦。咁我哋有請係兩位留步嘅，因為咧，好點埋相先 ，OK。我哋劉博係啦，咁啊連同羅局長啦，咁啊咧就會咧有請兩位咧，就會頒發呢3部嘅電動輪椅咧俾3位嘅朋友噶，係啦。咁我哋首先咧就會請呢個江門殘肢人協會主席羅麗娟女士，係俾啲掌聲。咁啊同埋阿 Vicky 同埋連同阿怡3位咧，就去接受我哋嘅輪椅噶。我哋有請阿羅局長啦，聯同阿李成聰小朋友咁啊，一齊啦去同影翻張合照啦，咁啊贈送咧3部嘅電動輪椅咧俾我哋3位朋友噶。好多謝你哋。一齊影張相啦！一齊望住。
好，多謝曬咁多位。